OK， 万事皆会好，后面的好朋友，谢谢。然后呢，阿妈就在另外在万，家庭也当幸福隔壁万，林翁在翁林在六翁，连声在声，麦当留留在声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一起收歌吼，让唱掉咱的现场的好朋友，大家的心坎里，然后将哦金瓜这些歌曲呢，都是呢很多好朋友非常非常喜爱的歌曲啊，你好，谢谢。朗朗上口，但是不见得唱得好，这个歌曲都还蛮高难度的呢，哦，这个声音啊，真的要非常。 常的高亢吼，唱起来才有那个酷一靠的感觉呢哦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场的好朋友这个掌声啊吼，我们舞台上的歌星小姐真的是当之无愧受之无疑啦哦。今天呼一雄，呼一雄赞啊你然后，你看呢，我们的这个璇璇呢，也是我们一位呢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名节目主持人有没有？没有了，差你很多哦。没有，今天请假哦，这个而且是呢，真的是新星派的，还在学习的，还有新星派的哦，这个真的是进步非常非常的神速。 啊，你好，李佳丽，驾校人二十出头而已，哎，你赶快买啊，你哦，现在呢可以说是呢这个后浪推前浪哦，前浪哦尽量啊吼，拜托老子给我蹦蹦，闪边站吧，闪边站，你摸你啦，我刚刚好押韵啊，老一辈的你要尽量吃胖一点啊吼，可以浮在海上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被顶了，你也不美家啊，没啦，还蛮很远的啊，哦，我们没办法哈，我们这尤其呢，我们中部跟南部哈，这南部的歌手就是。 哦，真的是推陈出新，而且进步都非常非常的快。李佳丽，你弄贵管期来跟舞台中啊，你敢知啊？呀，我今日来跟咱的，我们的云林县这边，然后我要送请南下，然后啊，但你今日这所谓足侪姑娘话吼，都从我们北部发展，中北部发展的哦，你甲看卖这个知名度真的是响遍全台全各地哦。好嘞，那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大家哈，今天可以大饱口福之余，还可以大饱耳福啊，你啦。是。来，这几次感谢咱。 给你的好朋友啊，那你周末三集都去到，出到才一出，那你舞台那个姑娘嘛，一个一个好听的歌曲送给咱给你的好朋友啦吼。好的，我来继续，我来给他安排。安排，其实给他爱玲这两天，谢谢。好嘞，安排我们的猪肉王子，也就是我们的蔡小虎的歌曲哈，来上来稍微好朋友哦，给我们来给他秀，谢谢你。 是想你带你去，带你去。啊，只是想带给你一杯欢欢喜喜，回忆声。爱你哟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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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
是奇怪的规定，是不是就一点点奇迹，一点奇迹？爱只是期待，给你机会，花花一米，回忆上。Thank you.